花1亿1000多万改建的东山一城桥，在春节期间已经通车。除了提供安全的交通环境以外，公所也在桥上装了 LED 灯，营造夜间的灯景。加上桥边设有人行步道以及阶梯，也成为附近民众一处夜间散步游憩的好景点。斥资1亿1000多万新建的东山一城桥，长有117.5公尺，为两线道的桥梁。除了提供安全的行车环境之外，仿拱桥造型的桥梁，公所还装设灯饰，夜间形成弯月形的灯光廊道，营造优美璀璨的夜景。加上桥旁铺设木栈道的人行步道，以及可提供民众坐下来赏景的阶梯，成为游客以及附近居民一处新的夜间散步休憩景点。一城桥遐个装遐电话，就表示讲，即即马做起来吼，啊对周边的一挂民众吼，啊拢会来遐乘凉啦吼，啊对着这个啊安全吼，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啊保障啦。啊因为这个虽然遐火吼，拢是用迄个节能减碳的要LED灯啦，啊所以讲吼，伫迄个桥。啊，因为时啊，会当欣赏咱东山湖的一撮美景哦，啊，所以讲整较光的安尼。乡长表示，一城桥灯饰造景采用节能的 LED 灯，不会造成太多的电费负担，期望借由灯景的营造，为东山河的观光加分。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。